拼好了，就在这儿，就是说一个太小了，我感觉他转身都转不了。啥也放不进去呀，哎，图片仅供参考。他又开始喝水，他喝好多水。对，就是很小一个，就很离谱。谢谢荧光棒，嗨，哼哼。嗯，惆怅，可怎么办呢？已经买了好几个了，买不起了，算了，放弃了，就这样吧。哼哼，我准备播到什么时候呢？播到50分吧，怎么样？就是那个盆为什么要放在笼子下面呢？是让它上厕所吗？谢谢巧克力，让我放着。方便换洗，可是它这样会弄到笼子上，还要洗笼子，不是很麻烦吗？就是说怎么看都不方便的样子，怎么看怎么麻烦。没有地儿啊，我们房间太小了。小点的盆也不太方便，你上来吧。我上来，是他写的就是猫猫用的，不然给谁用？给仓鼠用，笑死！谢谢奶茶，决定把它尿布剪大一点的口，这样它就没有那么容易。拉到吧，就是拉到屁屁上。反正早上给他洗澡，给我洗无语了。嗯，怎么会这样？他就不能不乱尿吗？你就不能不乱尿吗？他进去了，你们看。就是说，进去玩喽，他还怪喜欢的，是不是？你好，我，呵呵，是不是想进去？我，嗨，谢谢奶茶，呵呵，他好像确实怪喜欢的。可爱吗？谢谢玫瑰花。但他喜欢那个盆儿，我就要给他放上面，是吧？我。好，你看他坐下了，朋友们，他是不是喜欢？他就是很喜欢。呵呵。他都甚至要躺下了，他可能觉得那是他家。谢谢荧光棒，笑死！谢谢荧光棒，我假装听不见哈，太可爱了，我们呜呜呜呜呜，好可爱呀，可爱死我啦，太可爱了，呜呜呜。他自己玩了，我也不理他。哼，就是说，大家自己玩自己的。还有他的猫生，我有我的人生。那现在可不能把它关在里边，因为就是说，现在还不太方便。就是把门关上，太坏了。
干点好事，你们这叫干坏事，举报你们。变了呀！好，我冲上了，我复活了。你们好坏，怎么会这样？我，你该不会要改名字叫了吧？可是这样很难叫你。笑死！他好像真的很喜欢那个笼子，哎，他是不是觉得那个笼子是他家啊？笑死！其实不用，以为盒子里的是我。哦，那首歌是 Soso 邀请我跟 Sola，所以那首歌是 Sola 的歌。为什么小猫咪喜欢笼子？因为它不是正常小猫咪，它就是很特别的小猫它最好是会自己上厕所，我就不把它关起来了。主要是我们房间放不下它之前那个笼子，它之前那个笼子还挺大的。朋友们，你们都不困的吗？笑死！居然大家都不困的吗？就是说我还怪困的，主要是早上起太早，然后就是，然后就是一天都搁那儿说话、唱歌。明天有拆盘呢，对，明天有工作。哼哼，把眼睛渐渐闭上了。啊，困，我不睡觉。对，我就不睡，就是那么牛。明天还要洗头，每天都在洗头，我都要洗秃了。我后天还要工作，朋友们。别睡了。那也不太好。我直播睡觉，那你们可能看不到我了，因为我现在是手举着。我要回来睡着了，我就是你们就是掉到我身上了。都别睡了，熬着，那可不行。怎么能熬着呢？你知道熬夜是有好处的吗？对，你们看他，什么奇怪的癖好，就喜欢搁那待着。我，你不会真的要改名叫了吧？我，笑死！可是这个字也打不出来啊。有可能。笑死！叫嘟嘟嘟，对，叫笑死我。自闭的也是，他确实挺自闭的，因为他这两天我换尿布，他就一直在叫。有一个成年猫，也没成年，不好意思，还要穿尿布，丢不丢人？他可能觉得自己找不着老婆了，就是说，他老婆是谁？还没找呢，看谁能看上他吧，是铜锣烧吧？对，你也知道，铜锣烧，对，铜锣烧。然后，怪怪是他老公，铜锣烧是他老婆。
葡萄是个过客，只是经过而已。对，他就是，他不是，他就是个 gay。无就是 gay。牛吧，牛吧。就是他只对公猫有兴趣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说对了，35了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再播一会儿，就是朋友们，我从坐着播到躺着播，好，那我40关了哈。要，我真的是，我明天还要拆盘，还有谁？有谁来拆盘的？明天，大家不要都堆在最后嘛，早点来好不好？在后面不是还要排队吗？在前边没有人，大家早点来，咱们早来早下班，好不好？早去了好像。早来的我帮你拖时间，晚来的我就不管你，怎么样？如何？OK，非常好。找人回来了。我有什么业务吗？你们想扎头发是不是？我开直播，你看，好小哦，无语了。好，就这样。他的屎盆都放不进去。他自己进去的，他不，他，我刚刚一装好，他就进去了。就是这样，永远待在这儿。好狠他自己进去。啊！你怎么戴我帽子？对啊。非常的就是那个号啊，对啊，因为我的帽子。找不着了，对啊，戴一下怎么了？那你就戴呗，我又没说不可以，是吧？我只是说一声而已。没关系，我也戴你帽子，这有什么的？我昨天想戴，那个是我的吧？你的是黑色，那我黑色的呢？明明，哦，好吧，这有什么的？大家帽子不都是共享的吗？在这个房间的东西，就是，把找不着的找一下，找什么？对，明天，对，明天有那个。懂了，娜娜，可以，你的东西可以是我的。你的东西也是我的，那你的东西就是我的，我的东西还是我的。七，裙子，哦，对哦，好对热哦，呀，能不能开个空调？开呗。遥控器。在，不知道，太久没用了，谢谢奶茶。太难找了，什么的。我上次洗完，然后就再也没看到过了，就是说。垃圾堆呀、对，是确实，他好喜欢那个盆儿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刚刚装好，他自己进去的。就是给他放到这个笼子放在床上，那我每天要上去给他铲屎。不然这又占了一个地那我们就一人铲一天，方。好吗？好吗，张润？张润。为什么不？你都不管他？对啊，对呀，你又对呀。哼，耳机有自己想法。懒得跟你说。对，他就是理直气壮，他说什么都理直气壮，他说很多很多没道理的话都是理直气壮的。对呀，就是。就是，对呀、啊，没拿猫粮，哭什么？笑死！哈，要洗头哦，啊，又要洗头了，我晕。哦，还有1分钟，不用。哎，他怎么就进去了？晚安，晚安。
早点来，兄弟们，我要稍微收拾一下房间，然后找一找东西，东西都不见了，就是因为我们太久没收拾了，因为就是一直要出去回来，然后拿了很多东西回来，然后就导致我们的房间很乱。晚安，拜拜。